3000块打水漂，点霜纯纯吃三次，专业检测机构 SGS 三次检测，实测一个月。结果包括刚到手，真的给我震惊住了。这是我第一次检测眼周所有的初始数据，再看最后的数据。带机构水印的做不了假了。为了公平公正，30天的打卡记录，看最后的眼周状态。我这三次检测完全停掉了所有功效型产品，只用了我自己的蓝莓浓缩眼霜。其实只要想到贵妇眼霜，蓝莓绝对是榜上有名的，某宝月销10万加，真的是有点东西啊！再加上实锤的检测报告，真的都不用我多吹了。眼霜里面呢加了3倍蓝莓酱的王牌成分神奇活性精粹，再配合多肽的矩阵啊，抗老的同时还可以节省干纹，自然也就没有看得见的真性皱纹，你的眼周状态变得更好，当然整个人看起来就会显得年轻。同时淡化黑眼圈的咖啡因，抗氧化的双层茶精粹，还有提亮的光果甘草，也是下本一个没少。只要想到了眼周问题，干纹啊、干燥、暗沉，它的成分呢都能一一的对应击破。而且它的质地呢也是我干皮很喜欢的云朵油润感，很轻盈。一头早上起来呢眼睛会肿，会用它带着导入棒逆时针这样按摩，你看很好推开，不会厚重黏腻。做完一套消肿效果真的很好，大牌的眼霜呢一收都是4位数。我和大家都一样，最看重的还是结果，毕竟钱不能白花。这一次真实的检测，包括我眼周状态的提升，我真的觉得要想眼周不暴露年龄，淡纹抗老类的眼霜还是必不可少。拉妹呢也确实没让我失望，大佬就是大佬，等到后面发痕给他们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m 天创，这里是我 YouTube 唯一官方频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请大家多多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多多点赞分享我的视频，不要忘了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最新的美妆 tips 啦。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。